Hello，我是老雷。哎，我儿子，我儿子，是不是？而且，我是不是应该说我全责？我一你熊，他在那玩的都开心呢，到处都是包子，那边是包子，那边也是包子，到处吃。不过昨天有人问我说：“这个老雷，你们家庭关系我不太明白。你说维尼熊是你儿子 ，OK， 但你又说维尼熊是毛棒棒的儿子，那到底谁是维尼熊他爹？”我跟你说，这个很简单，你看我造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长得像马克思一样的，很明显我是维尼熊他爹。那毛棒棒呢？你要看他身材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嗯。这个说点实在的，昨天香港的国安法通过了之后呢，立马开始抓人。这个我们家威尼熊他不喜欢浪费时间的，要吃包子就吃。第一个被抓的，我估计你们都看到了吧，是一个随便的一个路人，他在书包里面有个海报，大概这么大的一个海报，那上面四个大字写的是香港独立，两个特别小的字写的是不要，也就是说意思是不要香港独立。还是被抓了，被抓了之后呢，我老雷，我对这个事情有三个疑问，或者是三个感想。第一个疑问是，那六个字怎么算的？就是你会光看那四个大字吗？还是两个小字你会看进去？因为意思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还是他们认为尺寸很重要的？但我跟你说，作为毛棒棒的儿子威尼熊，你不要玩尺寸的，这个对你来说不利。第二个疑问，这个人据说要被拉到中国内地去，要在那边被审判。我在想，香港现在已经没有法院了吗？还是我们家维尼熊准备请他吃个包子？还是我们家维尼熊作为出名法家准备自己管？这是个疑问。第三个疑问呢，这个警察我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。我是在哪里看到那个消息？在 Twitter 他的那个香港公安局的官方的号码，他们发了那个图片，那个海报。我在想，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个图片上面这个海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六个字不要香港独立，你们把它发上去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那样的话你们抓那个人就是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倒过来的话呢，你们觉得那两个小字我们不看，因为尺寸问题嘛，我们就看那个四大字，你们抓他或许有道理，因为违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样的话你们发那图片不是一样也违法吗？你们那个图片不是宣传香港独立吗？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一个香港中国警察很累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另外呢，英国，我觉得近几年英国这个总体来说表现不是特别好，这个整个 Brexit 那个事儿我觉得闹得很乱的，但是有的时候英国还是给力。比如说昨天他们的首相这个 Johnson 他就在说，这个香港现在的情况看起来不妙，所以说香港有一些，好像不止一些，有接近300万个人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种那个东西叫啥，叫英国国民海外身份，或者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。有那个东西的人， Johnson 说他们可以到英国去，英国会欢迎他们，然后他们可以在英国申请英国国籍，正儿八经的那种英国护照。当然这件事儿啊，外交部，我是说中国大陆外交部，哎，闹得太大了，不喜欢，严重抗议，说这个你们这样不行，这个是干涉我们的内政，而且你们这个是北违国际法。我在想，首先你闹啥？好像香港真的要变成监狱吗？人家不能出去了吗？不能换个国籍吗？我们不是普通人，他都可以换国籍吗？而且他违背了什么国际法？如果你真的觉得违背了的话呢，你试图你报复，你作为中国大陆，你说好，那我们倒过来，我们欢迎所有英国人到我们中国来，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中国国籍，你看多少个人来吗？嘻嘻嘻嘻。